猪仔啊，这一次我们就来玩一次大的啊，用这么大的鱼啊去挑战100斤的巨物啊，看我这次有没有那个运气了啊，来干它。不得了不得了哦，这条哇有可能超百斤啊，110米出了30米线，你们猜猜是什么鱼啊？哎呦，应该是逮正红啊，正红啊，把这个，把这个，有，正红，还要正正，正红，
宝哥的水平啊。哎呀，我以为跑了。哎呀，虽然说一百斤的肌肉没有看到了，但是也看得比较大张红了。